众生在六道，生生世世在这里搞轮回的把戏。菩萨无尽慈悲，啊，他为什么不来度？菩萨一看他不能接受，你来度啥是白度了，他必须在这天去玩，玩到很厌倦了，不想玩了，菩萨就来了，啊，有出离的念头，不想再玩了，玩够了，啊，菩萨就来带你走了，菩萨真慈悲呀。啊，我们在这里玩糊涂了，把假的都当真的。下面圆觉经说，虚妄浮心多诸巧见，不能成就圆觉方便。这句话如果用在科学上的话，很少很合适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科学家虚妄浮心多诸巧见啊，你看他发明多少仪器啊，帮助他观察啊，把佛经上讲的极微色他都找到了，真找到了啊。极微色在经上讲谁能看见呢？八地以上啊，有五个位次的人能见到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等觉、妙觉。啊，妙觉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他们能看见的。哎，你看科学家，他用虚妄浮心，就是第六意识啊，第六意识很会想啊。啊，他相应的心所五十一个，没有一个不相应，所以多诸巧见啊，科学所发现巧见，哎，这两句话用在这里好啊。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不能成就圆觉方便，为什么？他身心他不能无助。啊，无助的时候他不会生心啊。这个问题用《金刚经》上两句话就解决了啊。这些化身菩萨们生心没有离开无助，无助也没有离开生心，用得非常活泼啊，他能化身，他能分身，像普门品上所讲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能现什么身，这个科学家做不到啊。他能看到众生这个人过去生生世世，乃至看到无量劫前，所以说法奇迹也。我们说法不奇迹也，为什么？不知道他过去，不知道他的现行啊，菩萨知道，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啊。菩萨为什么不能接引我们？我们现在还舍不得离开。那有些人他就来接引了，什么原因？他放下了，他真舍了啊！阿弥陀佛就接他走了啊！由此可知，佛总是满众生愿，不干预众生。让他众生作恶呢，也满足他啊？为什么？作善作恶，善报恶报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佛菩萨没起心动念，
没分别执着，看得很清楚。是真谛缘成熟了，他就来带你走了，戒引你往生了。他不来带路，我不认识啊，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。这《圆觉经》上说得好，又《涅盘经》第38卷，《大涅盘经》有40卷，一切我思，虚妄为本的。走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为什么还有恶报呢？恶报是感应，是大自然的法则。啊，善与善相感，恶与恶相感。众生在六道，生生世世在这里搞轮回的把戏。菩萨无尽慈悲。啊，他为什么不来度？菩萨一看他不能接受，你来度他是白度了，他必须在这天去玩，玩到很厌倦了，不想玩了，菩萨就来了。啊，有出离的念头，不想再玩了，玩够了。菩萨就来带你走了，菩萨真慈悲呀！啊，我们在这里玩糊涂了，把假的都当真的。是故守因远离虚妄，为止恶之本呐！啊。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不没有留念啊，说走马上就能走。还有什么没放下的？还有什么人物想跟他见见面？只要有这个念头都不行啊，父母妻子儿女都可以。你有这一念的话，就是人情呐、啊。哎，这个情就是情执，这个情执就是轮回的根。你出不了轮回，为什么？你以为是真的，你不知道是虚妄，你不知道这妄心变出的妄境。现在科学家知道啊，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啊，但是它不能实用啊，它的物质现象它放不下了啊，就是它身心不能无助啊，啊，身心能无助那就好了，问题就解决了啊，所以它没有办法离虚妄，知道这个虚妄也没办法离开它，问题就出在这里啊。那么修行人把这个搞清楚了，马上把这个毛病改正过来啊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执着，不但不应该执着，如果功夫更高一层的人，他连分别都没有啊，没有执着有分别，心是清净多了，清净不平等啊，分别都断掉了，平等了，
等现前去啊，平等法身菩萨了，全教菩萨还不平等呢。那么法藏菩萨所住啊，是真实慧。所行呢是清净行啊，这就是无住圣行啊，真实和智慧也无住啊。心不住在一切法当中，一切佛法都不是真的，都是虚妄。就佛法要不要放在心上？不要。我们是因为没办法做不到，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，叫我们把心住在佛号上。什么时候放下呢？到极乐世界才放下啊，到极乐世界就入了金刚经的境界了啊，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那不是我们修的修道的功夫，是佛力加持，但是管用，真的受用。那无住，简单的说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无住啊。身心是什么？见到苦难众生，慈悲心生起来啊，救度的心生起来啊，为他现身说法，上释迦佛，像文殊普贤这些菩萨啊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，应化八十年，八相成道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这是身心的。所以身心他无助，所以他真实智慧流出一切经论啊，无助才会流出来，有助流出来的是烦恼，是习气啊，差别就在此地啊，无助生智慧。啊，下面念老做的总结，是故守应原理虚妄，为止恶之本，这很重要。法藏菩萨所住是真实慧，所行是清净心，故能远离一切虚妄啊。法藏菩萨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，下面这两句，一真谛门，执中的本啊，谛这个词，真实不虚之意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世间与出世间的道理，决定不虚妄者。叫做谛，所以有世谛啊，有出世间的谛理。世间善因善果，恶因
我报啊。这是世间的道理啊。出世间的道理，我们今天学六法门，是一切出世间道理的第一大道。念佛成佛，出世间的大道理啊。啊，决定不虚，称之为第一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